到鲸鱼跃升急浪，露出尾鳍的那一刻，激动不已。由范绍勋主持的旅游实境秀和代班搭档陈怡，带着旅伴任荣轩、韦如来到冲绳。很多时候，你可以油门踩到底。然后就在那种转弯的过程当中，然后在大大的十字路口，然后很帅这样转过去，然后出海赏金外，一行人还街头变装，体验在日本街道上飙车，油门踩到底的刺激感。震撼！海底下是这么大，我们就是本来鲸鱼只是觉得说，已经可以看到吗？可以看到吗？说100%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够兴奋，就没想到我们看的比这个更精彩。真的像海盗船一样，这样上上下下。堪称失恋女子疗愈之旅旅行清单，出发前没多做准备，像韦如也可以不去看行程，为迎接每一站的惊喜。完全新的旅伴，然后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。但是我觉得在古迹通那边吃饭的时候，大家好像就变得非常熟悉，非常的热闹，跟着这个环境一起。融入在里面，你好像不用去那边就很融入，我们一下飞机大家就已经打打闹闹了。回味每个街道巷弄，所有压力都被释放，大赞是100分的冲绳之旅。 TVB 的新闻庄选红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